是谁和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，是谁和谁的名留在墙上未曾洗去。虽然分手的季节在变，虽然离别的理由在变，但那些青梅竹马的爱情不曾忘记。在青青面前说"疯"这个字，对不起，我心软。青青，没事哈，没事没事。哎，若美，司马，你们还是先离开吧。青青她最近情绪很不稳定，医生说啊，她只要碰到以为会伤害她或是她不喜欢的人事物，她就会这个样子。对不起啊，只有请你们先暂时不要来看她。爸，你要跟她说话，她是坏人。走了，好，没有说话，好，若美，小心她。好好好，亲亲，没事。那我们先走，没事，你不要害怕哈。对，没事哈。大成叔，对不起哦。该对不起的是我，对不起哦。那我们先走。好，再见。亲，青青没事了哈，没事，好好没事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啊，坏人走了，啊，没事。若梅，你会相信青青说的话吗？当然不会啊，青青都说是做梦了，而且他又不是不认识你，他知道你的为人。可是很奇怪啊，这青青看到我跟若男就很正常啊。是啊，看起来明明好好的，还想说他快出院了，啊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？看了真的很叫人家难过哎。若美，怎么大家都还在这儿？我们本来约了要一起去看亲，结果刚不知道为什么青衣的情绪突然变得好激动，大成叔就叫我们先离开了。那现在状况好一点了吗？我听妈说，她应该只是听到一些会让她受伤，会让他刺激到了人或事。我以为没有人比我更会刺激到他了。也许青衣的状况比我们想象中严重，或者根本不是医生讲的那样。当然，这都只是我的猜测。我真的希望青衣可以赶快好起来。所以现在就靠我们大家给他力量，为他祈祷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想进去看看他。
真的想不起来那个人哎，可是我跟你说，他真的不好哦。你跟若梅说，你叫若梅不要跟他在一起嘛，好不好？拜托你了。好好好好，若梅已经知道了，你不要紧张好不好？哈。真的吗？嗯。可是我都没有跟若梅说得很清楚，这样他会相信我说的话吗？他是你的好朋友啊，他当然相信你说的话啊。真的？嗯。他会相信我说的话，所以他不会随便跟那个人在一起。他会相信你的，放心啊。嗯。啊，放心啊，没事，好好休息。好。来，好好休息。爸。嗯。哎，可珠。你不要来好不好？我拜托你不要来嘛！爸，你叫他走了，我不想看到他。大成叔，对不起，我妈都跟我说了，她说我会伤害到青青，会刺激到青青。但是我不想放弃他，我希望我能够有办法能够让他再接受我。太珠，大成叔了解你的心意，但现在不是时候啊。你能让青青稳定一点吗？我好不容易才安抚他的。青青。爸。哎，青青。你叫他走好不好？我不想看到他，真的，拜托了，你叫他走，你走好不好？青青。我是凯竹啊，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？还是你只是不想要看到我？你走开啦！我不要。青青，哎，凯竹，我拜托你现在不要逼他好吗？大成叔，我只是想让青青知道，我不想要伤害他，我要爱他一辈子嘛。我知道，可是他现在知道吗？你觉得他现在会了解吗？我知道你很爱青青，我谢谢你。可是爱有很多方法，他现在不要，你硬逼着他要，只会让他更痛苦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青青，我不走了。真的走了。奇怪，赶快睡狗狗，快！想几岁啊？嗯。刚凯子打电话来，有吵醒他一下，王一王就睡着了。哎，对了，凯竹刚刚打电话来给你说了什么？不是他打给我，是我之前打给他，他回扣我了。哦。他说青青还是不认得他，而且大成叔现在说，叫凯竹不要再去看青青了。啊，青青跟凯竹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为了一个结婚就一波三折的。
说真的哦，人生真的是很无常哎。就是啊，哎，我从小看他们两个长大，这么相称的一对青梅竹马，这怎么会搞到谁会想到有今天这个状况啊？说啊，我之前也有一个朋友，然后他就是男朋友劈腿嘛，他自己也是受到很大的刺激，也有一段时间就像青青那样子生病很久。哎，是哦，那后来有好吗？有啊，可是他后来好像完全都不记得他有跟那个劈腿的男友在一起，哎，看到他就好像看到普通朋友一样。啊，不会吧，青青该不会也变成这样吧？他跟凯竹情深意重的，哎呀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真的太打击人了啦。哎，我不是说青青也会这样子啦，我只是想到突然有感而发，觉得相爱然后又要相守真的是很不容易哦。我觉得啊，我现在应该要好好的珍惜你还有我还有小吉利。好，相爱相守。哎，你从来没有说过你，你是爱上我了，说啦，你是爱上我对不对？干嘛问那么白啊？好了，你爱上我，讨厌吧？好了，我自己心里明白就好了。有你跟小吉利，哎呀，我觉得我真的很幸福哎。哎呀，不过想到青青跟凯竹，如果他们也能像我们这样就好了，哎。不知道我现在可以为青青做些什么事情哦？可以为青青做什么事情啊？啊，真的很难想哎。啊，有了，你呀，为青青写一首歌。嗯，我之前啊有听说，就是那个听音乐可以治疗那种忧郁症状的人。是哦。哎，那好，那我得好好为青青写一首歌，交给你啦。没问题。青认得你了吗？认得啊，只不过他好像不太认得 Smart， 而且看到他情绪就不太稳定，还因为这样我们都被大神叔赶回来了。Smart？ 怎么会？我跟你讲，青青好像搞不太清楚，若梅跟 Smart 在一起，而且还一直说什么 Smart 是什么双面人啊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当下大家是觉得说，哎，青青可能心理状况不是很好，搞不清楚。可是我总觉得他说这话好像有什么原因似的。哎，怎么说？我昨天走得太急，没有跟你说啊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我昨天送公文去总经理那边的时候啊，不小心听到。他好像要跟 Smart 在外面弄一个人头公司，哎，然后好像要用那家人头公司来标化我们的案子，但是没有理由啊。总经理是董事长的夫人，这间公司等于他们家的一样，有什么原因让他搞个公司来对付自己的公司啊？搞不好总经理从头到尾就没有觉得这家公司是他的啊，对不对？他只是想把董事长的钱掏空而已。哎，我也是乱说的啦，但这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记不记得之前总经理曾经偷偷挖钱去投资品竹？他这个人啊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只是 Smart 最近很热衷我自己的标案，我一时之间很难相信他会做出那么两面的事情。哎
有钱人是鬼推磨啊！但是怎么样？这都是我猜的啦，对不对？我当然也不希望乱讲，到时候又冤枉了好人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反正知心不可无，我们自己小心一点。如果他们真的有心想要搞垮公司的话，我们也才能阻止他们呢，对公司做出不利的事情来。 好吧，我再想想，你先忙啊。请进。总监，马经理说准备了很多资料放在电脑的共享资料夹内，请您过目一下。哦，好，谢谢。 真的不认得我，还是不想认我？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这人这么失败，我真的变成青青口中那种双面人了。不行，我不能把要给若美好日子过当成是我自己贪婪的借口。 觉得如何？看起来不太普通。不会啦，你的东西虽然平易近人，但都是你自己的风格。谢谢。哎，我把要改的地方别一下，我们就去吃饭哈。啊，好。若美，我想要在你吃饭之前，先好好跟你聊一下。好啊，等我一下哦。 怎么啦？刚刚在电话里面好像很急的样子。若美，你是我最爱的人，我想跟你说实话，但我好怕你听了之后，你就再也不会接受我。怎么会呢？算了，我不管你还会不会爱我，我必须要和你说。我昨天离开精神病房以后，我就很心神不安，我觉都睡不好，我好在意他说我是双面人。 Smart，其实是因为他现在压力太大，他说的话不足以采信的，你不要放在心上嘛。若美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觉得我是，我这一阵子差点因为总经理而做出一些……啊，哎，若美，爸有事要出去一下，前面的店里照顾一下啊。
哦，还有一个客人要找漫画，你帮他找一下啊。好，我马上来。哦。什么？对不起，是打断你们说话了。王叔，不会。哦，没有就好了。那我走了。嗯。好，王叔再见。啊，再见。再见。你等我一下，我会尽快回来啊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，请问你需要什么？我要找那个炼金术师。炼金术师，你等一下哈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我顺便还想要找盛唐教父全套。盛唐教父全套。嗯，好，你等一下，我帮你找哈。好。前说过要我快乐，你才会出现。你是知道我因为没有你而失落吗？可是我始终记得你说的，他们都说爱上你才是我不快乐的真正原因，但没见到你我才真的不快乐。可不可以把你的惩罚收走？因为我没有办法停止想你爱你。发誓我不会变，不管你是不是改变了，小马，就算让我等一辈子，能够爱过你，我已经心甘情愿。啊，终于忙完了，刚刚那个客人一下要我找这个，一下又要我找那个，结果只借了5本书，真伤脑。我手上拿的是什么？你不是知道吗？怎么还问我？我知道，知道它是属于记录别人的绘本，但是我什么都没有看过。你在里头说，你永远都不会变，你永远不会停止爱马俊，是什么意思？那都是以前的事了，你不提我根本也不记得了。再说，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本来也就打算收起来，不再看他了。那你放在那边是什么意思？你打算好好再阅读他最后一次吗？我为什么要再阅读最后一次？我现在有你了。你想成什么样子？骗不了自己，你骗不了我。爱马俊，根本就是你太多太多太多了。我问你，我送你的绘本在哪里？你告诉我，里面除了我画了你之外，你还加了些什么啊？我们最近都很忙啊，你也知道我在忙社会的事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。只要有心，不会没有时间的。告诉我，放在那边是不是因为你还舍得他，你还爱着他？当然不是。我从头到尾跟你解释是吗？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跟你说小马来找我是要还我东西，就是这个绘本，所以后来我放在这就没再动过了。本来不在你这，你拿这个传情是不是 ？Smart， 你在说什么？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？你这样说，对我的误会真的很大。我是你女朋友，你这样说我跟别的男人等于是在侮辱我耶。我有吗？如果你看到我的绘本里面都是别人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会怎么想啊？对不起，我知道你看到这样的内容会不舒服，我把它收起来。Smart， 你弄痛我了啦！你要拿去哪里？我把它收在抽屉里啊。
收到收音，好好收起来。你保证你不会再碰他，你保证你不会再看他。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我要怎么做你才可以不生气？把它给我撕了！只有撕了它，只有撕了它，我才能相信你心里没有马俊。撕了。 心疼的是不是？你舍不得撕是不是？哎，什么？你不要这样！我承认我舍不得撕，那是因为我以前的回忆。我答应你，我会把它收起来，不要再翻了啦。没有用，只要它存在一天，我永远没有办法相信你。 在一起这段时间，你一直都不信任我，我很难受，我也很难过。是你不要怪我，是你给马俊的感情太深、太重，我没有安全感。可是我很努力在维持了，不是吗？ 不够，除非我们订婚。订婚？我没，到现在还不能相信我的感情。 求婚，订婚也是我一定要走到的，不是吗？但是我……除非你心里还有马俊，不然不会有什么但是。若梅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答应我，我求求你，就算是给我安全感的保障，好吗？ 点头了，点头了。我要告诉我家人，我马上就打给他们，我要跟他们说我定下来了。啊。
感情有保存期限吗？是一个月、一年，还是一百年？我天真的以为，我的感情已经从冷冻库取出来，等待冰封融化之后，展现它仍然新鲜的活力。却没想到，它已经被放了超级防腐剂，封存在一个罐子里。那个在标签上印上了小马的罐子。不管保留不保留这个绘本，它都被你保留在你超级防腐剂的罐子里，不是吗？马俊，不要怪我没有当你是朋友。谁叫你天生地位就不平等？谁叫你要让若梅惦记着你？我只能当你是敌人。总经理，什么？花博汇金标案进行到哪个阶段了？我准备的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那文案呢？我正打算要修改马经理他们的企划，然后加以美化，变成我们自己的。很好 ，Smart， 你终于想通了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马俊这个人不好对付，必要的时候我们就采取非常手段。甚至把他的计划直接从电脑档案里面删除，知道吗？不用赶尽杀绝，我有把握可以赢他，我要让他成为永远的路子。好，你有把握最好 ，Smart，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啊。以轩呢？我说不出理由了吧？小马是替爸在做事，他不是你的敌人呢。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？搞垮爸的公司吗？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从来没有想过对我的好处。自从你爸把马俊这个外人叫到东皇来，把所有的大型案件全部都交到他手上，他是什么居心啊？他还不是为了他自己跟马俊的妈妈。爸不是都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吗？他跟马妈妈根本就没有什么，而且马妈他都去世了，你对他们家的恨也该有个了结了吧？我也想要了结啊，但是我们总得保护自己吧。叶雪，你爸信任马俊，但马俊对妈的恨是不会消除的。万一哪一天他逮到了机会，把公司给卖了，那我们还剩下些什么？妈，小马他现在是我男朋友，他不可能会把公司给卖了的。你别傻了，你怎么知道他跟你在一起，不是因为你是东皇的千金，还是为了我们家的财产呢？不是每个人都跟你要把金钱摆第一的，妈，你为什么一直要这样执迷不悟呢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让我跟爸还有我哥都很心痛？我不想让你变成脑子里面只有金钱跟权力的人。我告诉爸你的事，你敢？有什么好不敢的？我不说，反而是害你。害你利欲熏心，冲昏了头。我已经不认识你，再也不是我妈了。你打，再怎么打，都不能阻止我要告诉爸你的所作所为。好，你要告诉我，你就去说。为什么你们没有一个人了解？我这么做，我是为了保护这个家，因为我爱你跟凯卓。
你说真的，那也包括你不跟马俊交往吗？什么？你刚刚不是说你什么都听我的吗？以轩，能不能为了妈，妈求你，你放弃马俊，只要他跟你在一起的一天，妈没有一天会安心的。我好怕，妈好怕他会报复我，他要夺走我们家的一切，甚至把你抢走。以轩啊！ 让妈安心，你跟他分手，好不好？啊？如果我跟他分手，你就愿意停止一切的争权夺利吗？好，嗯。妈，我很想答应你，可是我舍不得小马。 若梅啊，你还来赶工啊？哎呀，老爸受不了了，要睡了。你也早点睡吧。哎呀，爸，啊，我差不多好了，你等我一下。等你啊？哦。啊。怎么，若梅，你又是要跟老爸商量啊？啊？ 今天Smart来找我，他说要跟我订婚。哦，那你答应他了？你答应了？哦，那好，我就想想看，然后再帮你找黄道吉日，好不好？爸，不用了啦，我们已经决定在下星期的周末就订婚。 下星期就订婚？ <音>我们已经决定在下星期的周末就订婚。下星期就订婚？你干嘛这么急啊？你妈还在国外玩呢。啊？嗯，快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啊。也许这样可以让 Smart 安心一点。嗯？他一直都担心我心里面还有小马，我不想要我们的感情里面藏着不信任啊。爸，你之前也看过凯竹跟青。 因为彼此不相信而发生争执，浪费了多少时间？
我不希望我的感情也因为这样而有毁灭的一天。若梅，你该不会今天又跟 Smart 吵架了吧？哎，现在已经没事了啦，你就不要再问了。哎，一个人呐，如果过分的嫉妒的话，会燃烧掉他的理智。当一个人失去他正确判断能力的时候，会变得很可怕的。你有想过吗？如果有天 Smart 变成那个样子，你承受得了吗？啊？爸，你怎么会突然这样说啊？你不是一向都很喜欢 Smart 吗？这孩子对长辈是很有礼貌，对你的疼爱跟耐心更是没话说。我是很认同他了，只是你突然说你答应跟他订婚了，我这个做老爸的当然就多虑了。不过你自己都相信你未来是幸福的话，我这个做老爸的当比任何人都还要高兴，你说是不是？是，爸，放心啦，我会很幸福的。跟厂商有份合约要签，里面有些条文马经理做一些修改，不过在签约之前想请总经理先过目一下。不用了，请马经理过目就行了。哦，我现在头有点痛，等一下签约的时候你们自己全权处理就好。是啊。出去吧。其实合约主要目的呢是保障公司的利益，我跟你修改赔偿条款，其实不是不想对方。知道。这次合作是新的厂商，虽然工作是以互信为前提，不过还是万事小心。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啊，这些有利的条款才可以把风险压到最低啊。所以其实懂得法律条文还不算什么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商人的头脑。啊，对，总经理说啊，等一下签约就你去，他好像有事。哦，我看他表情好像有什么心事的样子。他要处理的事情可多了呢。林林总，怎么样？最近生活还好吗？我什么意思啊？最近比较忙，发生那么多事情，一直没有机会问你。来这边工作还习惯吧？虽然薪水是不太高，不过至少比之前稳定啊。哎呀，这怎么讲啊？哎，还是要感谢马经理的提拔。虽然薪水不高，可是还是可以减轻我这个甜蜜的负担呐。哎，你不知道，我现在跟若楠已经想清楚了，我们要省吃俭用，把大部分的钱呢留下来给小吉利。哎，毕竟要给他最好的生活品质啊，对不对？听起来还蛮好的嘛。何止好，超好的，好不好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每天回家看到若楠抱着小鸡出来，哇塞啊！我们瞬间那种，应该怎么说呢？就工作上的压力，哇，瞬间全部都释放。而且啊，休息一下，我就哇，马上可以回我的动力。哦，这么厉害啊？那看来我可以把你工作量再增加了哦。哎，你没有小孩，你不懂啊！到时候你有小孩，你就知道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回家看到小金那个微笑，哇塞！我跟你讲，工作再怎么操劳都没有问题的啦。哇塞，林总，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好爸爸？虽然你觉得我像个好爸爸，对吧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我还是没有忘记我的理想。最近呢，我有一个创作的灵感，这故事呢是围绕着就我们之间的事情啊。大方向是有了，可是细部的东西我还要再斟酌一下，想一下。哎，李轩，李轩，怎么来了？
去吧，这工作工作工作。小马，我有事想跟你谈一下。嗯，什么事？我想私下跟你谈，在公司有点不方便。你现在可以跟我出去吗？现在，李轩，就在这边说吧。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，关系到大家。我真的很急，你现在一定要马上跟我出去。可是等一下我跟客户签约，我必须要。签约盖个章而已嘛，你合约都看过了嘛，对吧？你去啊，我 OK 啊， OK。可是没关系没关系，盖个章而已嘛，简单 OK OK 去。好吧，那交给你了。出来说是什么怕被你妈看到，但是我们出来到现在你什么都不肯跟我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李轩，到底怎么了？小马，我们明天公证结婚吧。什么？我说你不是已经答应娶我了吗？那就明天吧。怎么突然说这些啊？而且结婚也不那么随便啊，我总得计划一下。最近发生太多事情了，所以我要你马上做决定。我们不是说好至少等这次标案结束我会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吗？到时候就来不及了。为什么来不及？麦克风唱着我们的歌，阿拉丁神灯送你三个愿望，默许第一个，默许第二个，说出来第三个。愿世界也为你传颂，因为你让世界更。成快